袭代县阳明堡日军机场，击毁机上日机24架，大大削弱了日军进攻忻口的空中力量。至此，八路军三个师均首战告捷。由于八路军和卫立煌等部的顽强抗击，日军受阻于忻口一线，不得不另派2个师团沿正太路攻击晋东娘子关。 以配合忻口正面部队夺取太原，八路军主力立即南下正太路娘子关附近地区，配合友军阻止日军西进。10月底至11月初，连续设伏长生口、七艮村、黄崖底和广阳地区，以300余人的代价取得歼敌1800余人的胜利，显示了非凡的战斗力。 卫立煌将军对八路军的英勇善战十分钦佩，他说：“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，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。”国民党军在八路军的有力配合下，遏制了日军的正面强攻，但是由于娘子关的失守，侧后受到威胁，国民党军被迫全线撤退。 曾大队长，你听到了吗？谁要听你放狗屁啊？哎，冷静点，好歹听听他们说什么嘛。曾大队长，兄弟，请你到桥上相会，当面相谈，好不好啊？你应该去会会，这种时候你还抱幻想？不管怎么说，听听他说什么嘛。你不去啊？我去。 我去，大队长，志在必然。刚刚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，对如何作战提出了建议。白崇禧领导一线就征求俺来同志意见，所以张俺来同志给他建议，日本要打通曾浦线，要这个从南到北的向南西走。那么俺来同志说的。 曾大队长，还记得小弟吗？记得。半个月前，我们在惠州握过手，你还对我称兄道弟，没想到红脸变成黑脸。俺来同志意见，这个到徐州，根据俺来同志这个意见打。李宗仁将军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，并称赞说。 这个主意好，周先生真乃慧眼，看准了日军孤军深入这一弱点。不久，徐州前线传来捷报，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歼敌10000余人，取得了正面战场抗战以来的一个重大胜利。 台儿庄大捷，使可盼胜利的人民欣喜若狂，祝捷的浪潮遍及全国，人们一扫抗战爆发以来笼罩在心头的抑郁情绪，产生了速胜论思想。有人说，只要打3个月，国际局势一定变化，苏联一定出兵，战争就可解决了。在胜利捷报的鼓舞下。 国民党从各地抽调40多万兵力，云集徐州，同日军拉开了决战的架势，结果陷入日军的包围，中国军队被迫突围，向豫皖边山区转移，徐州沦陷了。就等着瞧吧。
看来你是执迷不悟，死不回头了。回去告诉江汉平，别再耍什么阴谋。我曾生不吃这一套。论持久战的发表，快跟上，别掉队。哎，
停止战略问题的报告。南越游击干部训练班先后办了三期，为国民党军培养学员1500余人。持久战与游击战理论的广泛传播，不仅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进程，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影响。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节节失利，人们不由得把胜利的期待转向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。一首唱不尽的歌。